晚上还是有点冷的。什么？看看什么？月亮。在哪里？因为他代表我的心。我怎么想出这种话？晚上有点冷，你们多穿点。突然我会很担心啊，我也在心里会心疼啊，而且我担心看到月亮了，在我正前方。他好美，在火星，你们是啊，最美丽的风景。在大屏幕下面那个缝里面看。那接下来我们该继续